妈，今天硬是要回去了吗？回去了。我是难得来一趟，耍两天的。耍两天了，要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杨春儿，你妈要回去了。急啥子？还耍两天哦。还非回去不可哦，今天。早饭都没吃，急啥子哦？我估计他总是怕你兄弟媳妇说嘛，对吧？别个说了，你说些话，真的是。毕竟出来还是有十几天了，是。你还有些网友在那说，自己孙子不带，跑带外孙子了。是啊，本来说的去成都耍一圈，结果在新疆又去打了圈回来。新疆去了五天。是啊。加起视频了。哎，亲家就说两天嘛，这出来耍十几天了，该回去的了。那你走，我也回去了。我赶紧。啊，走，赶快跑！天哪，你们两个回家有那么激动吗？对了噻，我给你们煮点面吃了噻，早饭吃了嘛。不吃了，将近两块，我们两。你是不是怕你儿媳妇说你？你说他不得说，说我咋整嘛？你不就是怕他吗？是了。不怕，我走了哈。哎，你等我，我要送你了，你走了。那就急着到，还有号了吗？天哪！今天带你去看看，你那两个娃儿带去，我的孩子。兄弟，是不是想妈回来想得很了？肯定啊，天天都在念叨，每天晚上都在想。这两天他们在屋头管三个娃儿，确实比较辛苦哈。我有个想法跟你们商量哈，这不是老丈人马上生日了吗？然后团马上也生日嘛，他们都是今天的明天嘛。说那次我想在大致跟他们一起过生日，这样可以了。但是你们都要来哈。可以，你自己把给老丈人的礼物那些你自己买好啊。你先把你的买好。八月初我们在大致大团聚哈。这下你就专心营业个孙孙了啊。专心营业孙孙了。是啊，妹妹都长得还挂帅哈。两个月过去帮你喊个妹妹。我们就走了，好好营哈。慢些，开车慢点了。下个月初又来耍哈。要得。没煮我们的饭。你自己吃哎，那喊我们回来做啥子呢？他儿子没回来咯。没呀，只是我们回来。在丈母娘他们那把饭吃好，送妈回来耍几天，顺便回来看下老头儿，看他这两天一个人在屋里生活过得咋样？过得滋润得很。鹅蛋菌炒菜有啥子？他说那个鹅蛋菌，我们听都没听说过。这是有个食物那个。我吃的啥蛋啊？我把妈送回来，我一会儿要回大泽去，因为大泽只有杨翠花、胖胖还有团团，哥哥他们正在回来的路上，一会儿也到了，所以我今天晚上就赶回大泽去。对了，哥，啥子？你还是媳妇去，很早了，我讲了。够了够了，你看我们老头在屋里玩，你吃饭了？你吃啥子饭呢？我放屁人家生活得很充满阳光。虽然一个人在屋头吃得简单点，但是他吃得自在，对吧？昨天我就说的要回来，他都没打扫，你看。为啥子你回来他要打扫呢？他就是要等你回来给他打扫噻。你那要收拾好了，不讲究。你看我们妈一到家一落屋就开始抱怨，抱怨那头人了。小孩瞌睡，不睡觉，拿会手机看哈电视，就是这饭都。这块吊一块全部在那个卧室里来摆起，你看。那个吊一块，根根就没弹性，还把绳子收上嘛。给他吊娃娃的。走喽，拜拜。现在下午6点，把两个妈送回来过后，我们就赶在回家了。哥哥他们正在回来的路上，有人陪他们。回去就是通着乡开车，开慢点哈。我胆子小一点。